投篮要挨反击。啊，这球两分有效。这球两分有效。郭艾伦。嗯，这上座率，就今天目前来看一般啊，可能也是曾经也是在 NBA 达拉斯独行侠队效力过，但虽然只打了八场比赛，但是其实大部分的时间在发展联盟，包括欧洲都有过效力，而且都是 DNP 的球员啊。只要是希望他们能够带着这股气儿上来啊，有一些斗志。对，你只要让我上，我就能打啊。球郭艾伦，杨成林也属于比较有性格，不是份儿，没错，就是他。上一场比赛，其实第四节就是，哎呦，这边又一抢断，哎，违纪犯规。李书龙，他的判断他会更好，直接过半场的时候，直接突然上抢，而且是在于书龙去示意要发动配合的时候，他的注意力没有在保护球上，那么郭艾伦突然上抢。郭艾伦，好球，大喊，大喊这边。撤步的三分，郭艾伦好球 ，unsubble， 还是郭艾伦自己来。19，两分的分差。郭艾伦的反跑，这个反跑呢是跑的是非常的恰到好处。看郭艾伦和皮尔杰克逊算是斗上了啊，对，再拖啊，再拖，太轻松了，郭艾伦也快了，对。球找到底角的丛明晨，三分漂亮，好球！他依旧还是十分。对，就是现在目前进了那个三分是37分。再敲给韩德君，好球！郭艾伦和韩德君之间依旧还是很有默契，105。对，许冠军今天的第一个第一分啊，第一个三分，第一个三分球，之前没有得分啊，漂亮，你就爬进去了，干了一点。是，回过头来要挨反击。啊，这球两分有效。这球两分有效。郭艾伦的冲击，只要他加起速冲起来，你踩一下，啊、没法拦，搭一下没有任何用。这球啊，郭艾伦面对许梦君连续的耀眼护，撤步了三分。郭艾伦今年最大的进步啊，就是在于他撤步三分球的稳定性。对。这边要上中诚和丛明晨了。这一节打到目前为止，算是4-21的比分。这边皮尔还要上吗？投进去，这个还投一个，再进一个，139。